準備定呢兩支，聽日嘅行程就靠曬佢啦。我睡睡先。早晨啊，而家系7:08，大家好，我系茶煲太太 Rainy， 而家咧就等小朋友食埋早餐咧就可以出发啦。我咧就会先接邻居，然之后咧送埋小朋友翻学，我哋就直接去 location 啦。而家咧，我已經平安渡過咗招拉啦。咁有朋友咧就車咗我哋嚟呢度食雲吞麵做早餐，先食飽，然之後先至出發。叉燒雲吞麵，是啦，唔好客氣啦。哎，我影下你個先，冬菇雞噶。哎呀，掛住食。唔記得影碗雲吞添，算啦，嗱嗱聲食飽出發啦！呢個山叫咩名話？其實佢有個名嘅，叫白河山。有啲人又叫山豬山，有好多山豬。哦，咁佢個英文名 Kadumba Hill。咁我哋攻頂嘅話要用幾多時間啊？其實佢有三條路嘅，咁長短嘅咧就大約15分鐘啦。如果唔停嘅話，咁中間嗰段咧可能25分鐘，長嗰段咧就30分鐘咁樣咯。哦，就已經上到頂噶啦。係啊，我咁好似幾近咁。係啊，好近嘅。咦？呢度有間小炒喎。啱開嘅呢間。最難吃到的肉骨茶。正常咧行1個鐘上去嘅，我要長嗰條。啊、有人跟證啊？哦、真的好多人喎、啊！好多人喎、啊！梯級係得呢一節嘅啫，唔係㗎，都有嘅，少少多嘅。哦，咦，下面有呢啲？係啊，你可以落嚟飲果汁啊！我啲香港朋友。誒、，hello， 你好啊！買嘢飲啊，陣間。喂，椰青啊，正。呢個咩嘢啊？辣死你係嘛？仲有蛋啊 ！Hello， 馬草蛋。19蚊系一朵花兰粒。哦，你未收工噶嗬？我落山先揾你啊！咦，呢个双黄噶？咦，双黄好喎，好大只喎。好啊，阵间落嚟帮衬啊。好啊，拜拜。哇！哇！我要俾心机啲行先得。喂，好驚啊！要小心啲，我係應該向住前面行就 OK 啦。喂，哇，好危險喎、啊，都有啲險峻啊！你要一路拍到上去腦筋，盡量我中間自己剪咯，我睇下有啲乜嘢可以用得到。呢啲山路確實係真係山路嚟嘅喎。同我哋香港嗰啲郊野公園係差好遠喎，真係兩回事。小梯唔係啊，呢啲咧喺香港已經係三粒星㗎啦。三粒星，難度咯，唔係講笑，好邪好線啊！我哋覺得。小心啲。我真係唔知道自己會影到啲咩。我終於明點解你哋講唔係行山係爬山啊！你哋，喂，我就嚟用手噶啦，我就嚟。要唔要啊？我帶你去嗰個用手噶。啊，唔好啊！真係堅係爬山。有冇計時啊？而家開始計。我冇喎。依家開始噶啦，依家。而家先開始啊？係啊。頭先上嚟嗰節算係低難度啊？唔係啩？但係都係咁咯，冇乜大分別。哦，OK。幾驚啊！喂，呢啲路點樣著人字拖啊？即係拖鞋一定會爛嘅喎，咁樣行。屋企最慘，如果對拖鞋，拖鞋唔爛都驚咬殘。條路係咁樣嘅狀況，呢節已經係叫平坦嘅啦。哇！
有豬叫喎、啊，有野豬啊！喺邊度啊？聲咗喎，聽到嚇、啊，腳腳聲喎、啊，但都會有蛇啊！呢條係中間嘅，呢條就辛苦啲，就即係比較斜啲咯。爬多幾次先。哦，我見到馬騮啊！到我嗰度，嚟嗰邊咯。你行上去爬去都可以。哦，我嗰度嗰度啊！如果傍晚咧，佢會係咁喺度再做走嚟走去。行山導賞團。紅白繩就是如果你蕩失路啊，即是跟住啲紅白繩就可以用翻去條路咯。馬來西亞出產橡膠，睇到哦，係啊，你刮下咧就有橡膠，佢哋咧就會咁樣係割橡膠。個樹衣空氣好先有嘅，你見香港好少有噶啲樹，你行山啲樹都好少有呢啲嘅，白色呢啲好。是不是沒想過是這樣行呢？完全超出我想像。我也是這樣說，我們平時走開嘉樂徑而已嘛，大佬。我見剛才那位大哥已經尾燈都看不到了，同埋他是沒有扶的，也都沒有拿拐杖的。可能會見到有人鞋襪什麼都不穿，赤腳行。不是吧？是啊。我們就被人藐視了。阻住條路。拖都不穿，是赤腳行。我中段我想我要停一停機，我要專心一點行。系，而家上斜坡我就唔知啦。嗯。依家好輕鬆嘅啫。佢系有上有落，有上有落。哦，我要睇住條路。你唔介意我喺前面頂住你啊？嗬。唔係，我先落嚟，你頂住我嘛。咁靠你哋啦，前面。呢個係應該真係唔止三六星對我嚟講。OK， 加油，繼續努力。好彩有攞支行山棍嚟扶住督住得，真係好險峻啊！其實真係幾斜啊，沿途嘅狀況並唔係想象中。行山的情況真是爬山的，哇！而家唔知道自己行咗幾耐啦，已經啊 ，Tamin 話仲有一分鐘就到啦，半山啦，到半山仲有一分鐘，哎呀，早晨早晨，加油加油，真的要加快腳步，如果唔係天黑都未上到山頂啊！其实挺舒服的，又不是说那么多是晒位啊。我们刚才呢遇到一条分叉路，那呢就二选一 either one， 但是走了好一段路都不见我们的朋友，究竟是不是走错路呢？现在找一下先。喂，你在哪啊？没回音喎、啊、我们使不使折返走回另外一条路看看。喂，得一格啫喎，一格唔知道收唔收到喎。知佢聽唔聽到電話呢？好彩我同你一齊，因為自己行蕩失路，我等我屋企遠處。Help！ 誒，係咪我知咯？山頂係依邊定？唔好意思，欸呢边继续行山顶，啱冇可，啱冇可呢度，啊唔该晒，唔知有冇行错啊？唔该你。O K， 前面就山顶啦。我哋咧就句俗语嘅就话，你要唔要加饭？加饭嘅意思即系行多弯。吓？唔系啩？哇！呢个真系学到嘢啊！我唔使加饭，小饭啦，唔该。哇！到就跟住行啦！哎哟，如果喺个山度荡失路，我真系唔知点算。打999唔知收唔收到。
系上到山就系会见到咁样啦。世外桃源喎。行這個山就會有景看，但是現在這樣這裡夠闊呢，其實是很行的，盡我人事啦，如果不是沒有片交功課。哎呀我為了大家有東西看，我作出高難度挑戰。第二個先抽位了。第二個先抽位了，好，很快就已經落到去了，應該十零分鐘咁樣。是不是真的？呢啲有磚的位置就到了。好，是一個指引啊。OK。哇，好腳震啊！因為係咁要用力啊。條條路都一樣，真係好難夾。好嘢，到啦到啦，望到山腳啦，我哋。哇，好攰啊！哇，終於落到嚟啦 ！Yeah， 成功挑戰，我哋九點半開始行，而家11:48都行咗兩粒鐘。人哋話行半個鐘嘅路程，我哋行咗兩個鐘，而家落去買。買曬啦！呢個好大粒喎，呢個雙黃。雙黃啊嘛，因為我要呢、這個。箱房我要一排，我平时都喺度摆档噶，前头。喂，三季罗列品，我喺呢度。即系只只都系猫王噶咯喎。如果冇猫王，我翻嚟揾你喎。系咯。OK OK， 好，多谢晒，唔该。三个。三个，多水，熟啲，甜啲，香味啲。哇！正，新鲜椰青。我正，唔好理啦。饮啲嘢补充下。哇！行完都是身水身汗，對我嚟講，這個山如果要我評級，五粒星為最高的話，我想它都四粒嘅啦。三粒啦，又係買三粒。好啦，終於行完，而家咧戴翻個口罩就回程啦。好啦，翻到嚟屋企測試一下啲孖王先，呢、這個係咪蚊比同牛比啊？大家一對比睇唔睇到啊？一個是 Big Brother， 哇、wow, ，so happy！ 你看看 Twins， 呢一集真的很大付出的，我對腳而家仲震緊，所以大家記得訂閱茶煲太太的頻道，還有留言讚好和分享啊！下次見，拜拜。